样哦，会有我们的这个土风舞班，我们景安土风舞班要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。那这边再补充提醒一下哦，好，我们后面有我们环保局摊位，以及在我们艺文推广处摊位后面呢，有李博义议员办公室这边提供的矿泉水，可以提供给我们现场的好朋友一起享用呢。那现在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台上这几位美丽的姐姐，老师，感谢，谢谢。连这个走下舞台的姿势都特别的有安排过啊，真的是不愧是我们非常优质的这个土风舞班。而且哦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其实他们在这首歌曲里面有融合了部分的中国武功式的舞蹈，好，大家可以看到到底是在练武功还是在练跳舞。